叫白珍珍，因为签错了线儿被贬为小鬼，只有帮鬼王找到真爱才能恢复灵力。哈，最近灵力又恢复了一点，难道是他终于开窍了？算了，不管他，终于可以变身出去浪了。哇，怎么样，我推荐的地方不错吧？啊，好舒服呀，好久没这么放松了。哦，小乔怎么还不下来？一会儿水该凉了。听说这里的老板超级帅，靓女我要转一圈看看能不能偶遇。这个花痴。谢谢你。偷穿大人衣服的小朋友可不乖哦。我是这儿的老板，我叫横川。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我叫白珍珍，因为给鬼王签错了线儿，被贬为一只无名小鬼，靠着客串贞子维持生计。Action！ 现在是大家看电视的高峰期，能不能完成这个月吓人的 KPI， 就在此一举了。卡。什么风把假假大明星给吹来了？导演，我要演这个，我可是拿过银鸭奖的影后，听说大人最近喜欢这类型的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不是吧，阿 Sir， 那我嘞？隔壁吊死鬼不是没人客串吗？我看他挺合适的，替我调到大人的频道。大人，圣神之前的奶奶呢？我叫白珍珍，是掌管姻缘的上神。我真的喝不动了。成就姻缘靠的不是别的，正是我千杯不倒的酒量。嘿，这家伙是个一杯倒，可是我怎么也赢不了。有了，我赢了。只要酒量好，鬼王也能扑得倒。让我看看下一个是谁呢？酒量没我好的人要小心咯。我叫白珍珍，是个曾经四海八荒最美的上神，怎么沦落成这样？做鬼太辛苦了，尤其是客串贞子，这已经是我第 N 次挨打了，还不是因为你当年乱牵线才被贬下凡间。我给他签了那么多绝世美人，他通通不爱，肯定是喜欢男人喽。更何况自古红蓝出 CP， 龙王已经找了隔壁那庄，再帮鬼王找到真爱，你就可以重返天界了。说我最近灵力好像恢复了一点，趁着没人试着带一次。上神，好久不见。这是谁家丢弃的孩子？竟然是一童。不哭不闹，灵动不掉，就换你忍冬吧。都督一童乃日不祥，你个妖怪，还不赶快滚出道明寺！爱东，我来拿呀！妖怪还看书，看个锤子！不，他是看了个寂寞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师父，唯一愿意和我做朋友的小狐狸也被我吓跑了。他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嗯。嘿，你的尾巴。比起尾巴，我还是更想和你做朋友。你想要就拿去吧。当当当，这是我用毛毛给你做的假发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把那个碍眼的小鬼引入黑森林了。哼！我的猪猪气球，快还给我！这里面的恶鬼最爱吃小孩子了。好痛！兄弟们，咱们的晚餐到了。大人，那个小鬼家被恶鬼包围了。吃的好饱。哎，别插队！好香的桃子味儿！哇，好好吃啊！这究竟是什么？这是人类研制出了一款神奇麦片，健康非油炸，饱腹还好吃。饿了一年。
我居然真的跑了，最后一口是我的。我的呢？啊，明明没有人，却显示超载。小天，你说我怎么总是碰到灵异事件呀？你这是聚灵体质，很容易招鬼的。把这根羽毛插在头上，就能看见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哦。插上这根羽毛，就能看见。早说了让你减减肥，就是不听。那个超载了。好好好，我出去行了吧。石小天这个网瘾少女，每次拉着我打游戏非要打到半夜不可。可乐都困了。只有从电梯里按键才会亮，莫非这电梯里还有人？今天收成不错。哎，我听说最近这山上有灵狐出没。那可是入药的极品，猎到一只可就赚翻了。是啊。我度过了好几个捕兽夹和陷阱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啊，你怎么看上去不开心了？阿江每次撸我的毛都会很开心，你也试试。啊，这么漂亮的尾巴，一定很值钱吧？你不会的。公平大人回到人间，献上这根骨哨，大人可随时号令我全子。冰儿雪，大人您尝尝这上好的红酒，还有我最新的黑金专辑哦。这么再怎么听我了，我给大人做了一件红毛披风。天哪，不会还有人空着手来吧？我以为是可以免费来吃的，对不起。原来是个蹭吃蹭喝的小鬼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礼物，我收下了。我叫白珍珍，只有帮鬼王找到真爱才能恢复灵力。不过这个冰块脸，真的会有喜欢的人吗？都说酒后吐真言，今天就来试试它。大人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小麦茶，您尝尝。不是炫阴酒，这是酒。哈，果真还是老样子。问点什么呢？都说鬼王的名字是个谜，你的真名叫什么？怀香。没想到堂堂鬼王大人的名字竟然这么小家碧玉。香香呀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那他叫什么名字呀？怎么会有人有这么远的脸啊？